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博音师、净传师、本神师、物证师啊，各位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咱阿弥陀佛的千岁啊，咱顶个讲过啊，真济点钟的无量光明啊，讲嘛讲未完啦啊，再暂时先打住，先休困。咱我来讲无量的寿命啊，咱今下就继续讲无量寿命哦。上面这无量寿命，教理相继啊，这教理相继吧，就叫做寿命啊。这教理啊，就是随缘啊，这寂寞就是不变，也就是随缘不变啊，就叫做寿命啊，随缘不变叫做寿命哦。大家爱知哦，咱虽然那变去个就唔是寿命啊哦，啊，所以这款名词啊，这款解释有够好诶。虽然是讲长今仔日明仔载顶过这个后个月旧年、今年明年过成咱的寿命，啊，这是真浅显的解释。甚至咱的解释啥物叫寿命呢？啊，伊讲。教理相继就叫做寿命教理相继啊，就是为寿命哦啊，佛啦阿弥陀啦证到这个心性无量之体，所以说寿命就无量啊，所以说寿命无量啊。这教啊，这个寂啊就是不变啊，这个教就是随缘啊，所以讲呢，换一句话讲，随缘不变的叫做寿命啊，那不变随缘呢，就叫做光明，就叫做智慧，叫做光明啊。所以咱在这里啊。怎样生在寿命上，在智慧上，在光明，光明就是智慧。即摆伊安尼讲，讲阿弥陀佛咯，及其人民，含伊遐尼个人，这寿命啊，拢无量无边啊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。照经常讲啊，这真大的数字，因为这款数字在佛经不时会出现，所以在佛经不时出现啊，咱也有所了解。要不啥叫阿僧祇，啥叫无量，啥叫无边，咱也未了解啊。有时啊，看经书拢真疏忽，安尼一日个影就过，无去个追究啦。无去甲追究啊，你都唔知讲这数字大个到底是偌大，你都唔知。你若唔知讲这数字到底大个偌大，你都未起欢喜心。念佛那里念佛的，你未起欢喜心啊！这要输咱这点心咪欢喜呀、啊！阿弥陀的这愿呐、啊，阿弥陀的意思一定啊。去给他探讨，我如彻底啊，
你我都会爱念这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你嘛我都会欢喜念，啊，我都有信心，我都有信心，啊，对这世界，你我都未执着，我都会心求极乐世界。慢慢呢，你对这世界你都会淡薄，未执着。啊，未当当杀杀拢真执着，你都会啊，真强烈的心，会心求去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简单一个讲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一般大家拢在讲这真长的数字，但是彻底长到偌长，无人知影啊。但是这《华严经》内底有解说。环境内底有解释，啊，这环境啊，不是一个起来掀，起来掀啊，有时啊掀就真一步啦，啊，有时啊掀就真一，咱要爱物件就草底拢有，拢解释个正明。可这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来这种解释啊，啊，这环境内底有一品，有一品啊，一品啊。啊，有两品啊，甲这真大关系啊。一品叫做阿僧祇品，啊，一品叫做受量品。啊，所以这两品啊，甲咱应该解释这个问题啊，有密切的关系。一品叫阿僧祇品，阿僧祇品，啊，一品啊，叫做受量品。啊。那啲八十华严嘛，八十华严，那啲华严经啊，有八十华严，有六十华严，有四十华严，啊，这个阿僧祇品啊，是伫第四十五观啊，内底第三十啊。第观第四十五，一第三十，啊，这是阿僧祇品，寿命品啊，就是都过了过了这品啊，寿命品啊，就是三十过过来的三十一这品，也同款的这个第四十五观啊，弄种八十华严，这是第四十五啊，八十华严都是有八十观，八十观啊。以及内底就安尼解说，啊，因为迄个时阵啊，迄个心王菩萨啊，伊就问佛，问佛祖，啊，请咱释迦牟尼佛呢，啊，演说这啊阿僧祇无量无边无定啊，不可说，不可称，不可数，不可量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请伊演说这款呢。啊，阿佛啊，伊就请这释王菩萨咯，哈、哦，伊讲你问这真好，你要尽足听。百乐差啊，叫做一句地，句地句地啊，叫做阿伊多阿伊多阿伊多啊，叫做那由他。啊，像这百乐差啊，这头底也无下，我编个字典，编字典的是百乐差啊，就是啊，十万叫做一乐差。十万业一乐差，啊，十万叫做几乐差？百乐差多少只啊？十万呢就百倍多少只啊？啊，十万呢就百倍多少只？啊，千万，啊，一千万叫做一句地，啊，一千万叫做一句地。啊，咱顶有算过，十个七个银行啊，十个七个银行叫做一季底。啊，即嘛季底个成季底哦，安尼叫做阿一多，也就是讲十个十四个银行啊。阿一多个成阿一多哦，则叫做拿油汤，也就是十个二十八个银行啊，十个二十八个银行啊，啊。十也二十八，十个二十八个银行啊，就叫做拿油汤。所以咱去极乐世界哦，
咱去到世界，咱的神通，咱的神通真广大。阿弥陀佛，发四十八大愿，其中有六神通的愿啊，非讲天眼通。咱去到世界呢，啊，各种的天人呢，啊，下至啊，那无超过八千亿。那由他不前的那由他佛国道者不起见感，你假如讲那由他啊，讲最起码很多人家见到世界，这目睭我都看完啊，我都看八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家不起见感啊。他心通啊，安尼啊，心足通啊，安尼什么通啊，拢总是有讲，八千亿那有他有这个数字。但这个寿命呢，寿命啊，伊讲啊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，阿弥陀经内底安尼写，有写你会批复寿命，究竟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告名阿弥陀佛啊！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啊，就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数字。都只讲过啊，咱那个心哦啊，摆落才叫做一智地，啊，就把智地个成智地，这第二遍智地成智地，啊，叫阿弥陀，阿弥陀个成阿弥陀啊。那叫做那由他，是第三遍。所以成第三遍啊，都十二十八个因口啊；第四遍都十二五十六个因口啊，对不？这第三遍啊，啊，第四遍都十二，几只杯嘛，啊，五十六。第五遍呢，都十二，一百十二。啊，第四遍，第五遍。安尼直直升升升升升，升到一百遍，升到一百遍，好、哦、嘿嘿，唔知话几数字呀？啊，天文数字足开心嘅，升到一百遍嘅时呐，即叫做精气。我个算安尼个，直直直直用看电盘电盘算，升到一百遍都话精气。这第五遍就是八十字啊，啊，过过到两百啊二十四啊，那直直去，直直去。安尼增加一百遍的时阵啊，才叫做精气。啊，精气精气啊，才叫做一气，气气才叫做一柱。啊，这把柱柱呢，才叫做阿精气，柱柱叫做阿精气，啊。所以这数字多大，您等下有时间，您再去甲乘乘一百遍了后，再个乘个乘，您就知。啊，安尼叫做阿僧祇哦。啊，这阿僧祇啊，这第一个大数字俩，第一大数字，这内底有十个大数字。有十个大数字啊，阿僧祇这个。第一个大数字呀，阿僧祇个姓阿僧祇啊，叫做阿僧祇传。阿僧祇传个姓阿僧祇传啊，啊，这叫做无量无量啊。啊，这阿僧祇印度个，反正中国个叫做无数无数啊，啊，反正中国叫做无数。啊，所以这阿僧祇姓阿僧祇，阿僧祇传，阿僧祇这个姓阿僧祇传啊，叫做无量，无量个姓无量啊，叫做无量传，无量传个姓无量传啊，这叫做无边，叫做无边，无边个姓无边叫做无边传啊，无边传个姓无边传。这叫做无定，也无定哦。无定个成无定，叫做无定转；无定转个成无定转，这叫做不可说。
不可少，我想不可少，叫做不可少转，不可少转，我想不可少转啊，这叫做不可轻。啊，中间就是转的遐哦，啊，佫继续转，因为拢同款啊，所以就无甲恁写落来。啊，不可轻，想不可轻，叫做不可轻转，不可轻转，想不可轻转，叫做不可疏。不可疏，我想不可疏，叫做不可疏转，不可疏转，想不可疏转，叫做不可量。不可量，我想不可量，叫做不可量转，不可量转，想不可量转啊，这叫做不可说。不可说，我想不可说，叫做不可说转，不可说转，我想不可说转啊，这叫做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哈哈，这上大数字叫做不可说，不可说。这是最大最大的数字，那就叫做十个数字啊。咱去个叫做世界的寿命，就是无量无边的阿精之劫，劫哦，啊，不是年哦，不是年，啊，是无量无边的阿精之劫。啊，所以讲这款数寿命数字啊，真正真长真长啦，啊，真正真长真长。啊，这寿命长有路用无？有啥物意思无？啊，寿命长有啥物意思无？这寿命长啊，有真济意思啊，啊。咱伫这娑婆世界，是按照咱修行未成就，咱就是寿命真短。寿命真短啊，未成就就爱死啊。所以修未成就，人讲修半上路的啦，啊，半上路的，半上路的，台湾话有人外省人听无，啥物叫半上路的听无啊？代志做是半年啦，做一下就安尼尔啦，或者半上路的啦。所以咱有咱寿命真短啊，做代志拢做半上路的尔，所以未成功啊，未成功。修行嘛，尤其是修行，修行这款物件是万底深刻代志，唔是三年五年，唔是十年二十年，唔是一百年两百年的代志。万不是一万年、两万年的代志，几啊千万年、几啊劫的代志，才是会成就。啊，经常讲咱整体的罗汉果断见思血，见者讲爱三生，万者讲爱八十劫，八十劫哦，就是八十劫寿命好长啊，无讲啊，正一个辟支佛。近者数生，慢者讲啊一百劫，一百劫。要成佛讲啊三大无尽之劫，三大无尽之劫。啊，咱今日到世界寿命是无量无边的阿精期。啊，这个无量无边阿精可能比三大阿精期佫较大。啊。因为阿精期成阿精期，才阿精期转，阿精期转，我成阿精经，阿精期转才无量啊。所以这数字一定比三代阿精期个都搁较大。所以咱去叫世界人，人人拢会成佛。所以恁敢那听这，恁就安心啊，对不？寿命才长起个，一定成佛啊！你都欢喜一世人啊啦！你搁唔念佛嘛，无你个办法。啊，所以啊，你去个几落世界就是好个吃好，啊，好个吃好个吃好哦。在这寿命长啊，咱就有法度一生成佛，我的一生成佛。啊，这不是干那寿命长呀，干那寿命长啊，真正
嘛唔是讲真好嘅办法。嗯，假使讲一面长啊，互你规世人拢戆戆啊啊啊，安尼话无量无边是有啥物意思？真正嘛无意思啦。啊，在这阿弥陀啦，因地法藏比丘时呢，伊真有设计。啊，真有设计，为着一切众生真正发足大的愿哦。咱实在是今仔日会晓念阿弥陀来，第一爱感谢咱释迦牟尼佛。啊，第二啊，真正你啊，五体投地啊，甲变失败了，拜谢阿弥陀佛，爱感谢伊哦。为一切众生，甲咱设计间呢，真正无微不至。这四十八愿内底，你著加读几遍，你才会知。去个极乐世界，和你三不退转，永远和你未退。智慧和你无量无边，福报和你无量无边，一切当中和你无量的，啊，拢和你不可思议的，可能和你不可说不可说的哦，大行和你不可说的。智慧嘛不可说，啊，寿命一切，大行光明，大行拢你不可说，啊，拢不可数也，啊，所以这数字拢真济啦。所以啊，咱去到世界啊，真紧难得的生活，因为寿命是无量。智慧无量，智慧无量啊！你要生活才紧啊！啊，其实世界无去体验，无你体验啊！所以这个寿命啊，咱一般的众生，一般的凡夫啊。咱一般的凡夫啊，咱这个寿命啊，长短啊，由个人的福报、个人的业报去决定啦，啊，去决定。所以有的啊，低价下早生，讲阴暗时死，有的阁无，有的虽生下一时就死去啊，啊。有的呢，一家是生，一家是死，这寿命的短暂啊，无一定。咱这娑婆世界一切众生的寿命延出不定，啊，所以这叫做无常，这叫做无常。所以一分呢，一因地修行啊，一请世子在往复啦，现在是往世界回看，伊一个看，伊讲哇，这寿命。有的那麼地上真的要叫他修行修到成功真困难啊，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啊就要让他修命啊无量无边啊，百姓人民的修量无量无边，因为我佛的修量也是无量无边，我不知道有法度给他教化啊，不知道有法度度十方的众生啊，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众生唔叫发多多啊！所以伊家己发伊个愿，发讲伊个寿命要无量无边。去到遐呢人，共款拢无量无边。所以这款愿真大，哈，真大。啊，干那寿命无量无边，拄只讲过嘛，无意思啊！啊，你来啊，个有智慧嘛，无量无边。咱这些人吃到聚会，拢会老翻天。新闻捌看恁老翻天，新闻每人讲老翻天，我别讲话啊，意志不清楚啦啊！咱用个歹听讲痴呆症啦。你捌看去，你捌去老人疗养院哦啊？你若捌，你唔捌去输错，你来看下，即摆足济哦，人拢。坐下去啊！啊，给人加持，倒伫个眠床啊，唔知影啥货啊，
讲话嘛听无，伊讲诶人听无，咱讲诶伊听无。啊，你啊放屎尿拢爱人奉事。啊，洗身躯一切穿衫、食饭拢爱人奉事，真正真痛苦。食智慧，咱这世间食智慧啊，一切行动拢未方便。但是咱去啊，进入世界啊，食愈智慧，智慧愈开显，愈智慧成就愈大，啊，一定啊，互你愈清楚，未互你老翻天，啊，未互你老翻天，未互你老人痴呆症。啊，因为咱去啊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辩才，达行互你无量。所以这个无量的寿命，甲无量的功名啊，这啊，就是标代表一切一切啊。这个、最大的数字啊，是不可说，不可说啊。所以在这个不可说、不可说的数字里底啊，伊都有真多啊。讲这不可说的代志，可以讲智慧，智慧不可说的哦，啊，光明不可说的哦。刚才这个不可说的，我可讲几个八教，在这《华严经》里底，伊就是这个佛啊，生活的时阵啊，大行都不可说。也就是上大的数字，哈，这可比讲几行啊，给大家听啊。咱这佛啊，皮肤的发心不可说，啊，皮肤的分心嘛不可说，庄严无量不可说，往之十方不可说，周行国土不可说。观察众生不可说，清净众生不可说，调伏众生不可说，啊，讲不完的不可说啊，忧虑诸方不可说，永命精进不可说，自在心变不可说，所有思维不可说，所有大愿不可说，所有境界不可说，一切通达不可说，心业清净不可说。意业清净不可说，意业清净不可说，心界清净不可说，妙地清净不可说，啊，妙慧清净不可说，了诸实相不可说，断诸疑惑不可说，出离生处不可说，超生正位不可说，心清三昧不可说。所以咱去给他世界真正就是大行不可说。所以啊，这个寿命跟光明啊，咱讲光明遍照十方啊，解释空间。寿命无量无边，光明无量无边，寿命无量无边，寿命无量无边啊，表示时间。一切世界离不开空间跟时间，所以讲这空间跟时间啊，就听我代表一切。所以空间跟时间不可说，空间跟时间啊，阿坚其无量无边，就是一切无量无边，那是一切无量无边。所以都叫念过啊，这是简单功能三行，拢总不要八行讲未完啦。无时间，他一一念给大家听啦。所以因为这两行都代表一切。所以咱去个极乐世界啊，达行都拢无量的。都只讲过国土啊，不可说。有个人讲安怎甲问呢？师父啊，啊，大家拢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人都挤满，啊，要带带去啊。哈哈，真正有，伊安尼问，阿妈安尼想啊，
有我达尊佛，是讲诸龙赞叹阿弥陀，拢听那众生往生极乐世界，安尼极乐世界要来照顾。啊，我呀，哎呦，你那个想，你也想讲咱这个娑婆世界，咱这个台湾，咱这台湾的人口讲世界排第二位的，所以同世界真济啊，咱个欧美的国家哦。澳洲啦、啊、美国啦、啊，因咧啊，几啊十年前都有生死啊，啊，几啊十年前啊，都家庭计划，啊，去法国啊，哎呀，较早讲一个人会使生两个呢，夫妇啊会使生两个，到尾啊讲会使生一个，讲人的生计、经济啊，而且。经济的这个发展啊，会受影响啊。即摆因这推行了啊，真正就是安尼两夫妇啊，唔是唔生，就是生一个，无就生两个。噶安尼来，这旧年来时呐，法国人口就无到增长。啊，即摆这款思想就伫咧新村呐，因就无到改变这款思想。无了改变思想时呐，因为法国的人慢慢都一直无去，所以叫我着搁提倡啊啊！你若较变是生的哦，你若生的两个有奖金哦，生的三个啊，哦，你咧读册拢免钱哦，安怎搁奖励你哦？啊，生产农庄甲你补助啊，所以讲，因这欧美国家是安怎？无讲像咱啊，中华民国哦，还是大陆哦，无界限的，互你直直生。较早的人啊，阮老爸迄个呢，拢啊犹在人生，咱建功生七祖八世，生咧十外个无算济。哈哈，啊，那农业社会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拢要叫世界啊，多有路无？真正的啦，多咧真快的啦。嘿，这时阵啊，啊，那林俊台等下带因老爸，林玉江去极乐世界，伊讲个大路无看人咧行，无看人咧行，真苦啊，无看人咧行，哎，唔像咱家呢，那那满世界人都是人哦，足济哦，啊，这。因为极乐世界唔是干那地面上呀，虚空拢会使大。迄老啊厝拢伫虚空呢，老过千万啊！虚空都有光明大，老过千万，一大两边各有百亿活动。迄老啊厝拢会飞，人免限定坐伫涂骹啊。所以啊，极乐世界大行无量，你拢唔免惊。所以这个寿命跟光明啊，就是代表一切。所以因为代表一切啊，就是啊，一切都无量。因为一切无量啊，你该念阿弥陀佛啦，咱都是承受伊的名号的功德。咱真正咱一切都无量，可以讲咱现在凡夫，咱念阿弥陀，咱的智慧也无量。啊！咱的寿命，寿命的无量。我不是在讲讲，祝你三更死，无老人过五更，这是无念佛的人啦。无念佛的人啊，你三更爱死啊，就是三更爱死哦，无老你过五更。但是咱念佛的人啊，你要长期死，就要长期死，应该阿弥陀讲。现在阿弥陀来接你，阿弥陀阿伯你啦，我还三点钟，这样他也给你三点钟。阿弥陀，我还一礼拜就要来了，这样阿弥陀走去了，还一礼拜就给你一礼拜。你如果求说三个月，他真的给你三个月。这是念阿弥陀教法度这样哦，你不要说你不念哦，有也不愿死哦。唔愿死，你嘛爱死啦！都只讲个，祝你三更死，无老人过五更啦。啊，人不是咧爱讲迄个，迄个，迄个，只、那、啊、個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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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，
伊拉家里人给的呀，道生或者啥人啊，苦口水啦，哎，苦口水啊，苦口水特别细细的时阵，九十四岁哦，这个九十四岁，啊，哎，要因囝跟因新妇去澳洲，啊，去澳大利亚，去澳大利亚佚佗，去澳洲。本来讲啊，要去十五天，结果才去第七天了。第七天了，啊，因囝伫咧澳洲咧困的时候做一个梦，啊，梦着天拢黄金色的，天拢黄金色的，啊，啊，这天内底啊，天兵天将，啊，阿弥陀佛中央，啊，佮有看迄先天上帝。啊！即天边天将都安尼甲伊讲，讲恁老爸啊，可去注意哦。啊，十八啊，就要转去啊，十八都爱死啊。啊，你也赶紧转去台湾。伊讲啊，今仔日都十七啦，啊，明仔日就十八，我转到台湾都爱十九啊。啊！就是我即摆随转去那个十九，我来建议十八，我来建议袂到啊！啊，拜托你先天上帝，在天边天将，和阮老爸食个十九，啊，无差个一工啦，啊，回个十九，啊，我赶紧赶转，伊讲袂使，十八就十八，啊，因为十八我即摆阮老爸剩阮高囝高新妇俩。啊！阮两个出来外国，啊！阮老爸十九、十八爱死，啊！我无伫个身躯边，我干那洪讲，我讲者洪讲，我都无面通见人啊！这老爸九十四岁，啊，死无伫身躯边，两阿母带去外国佚佗，这阮后摆头壳拢夹袂起啦，卖啦参详的啦，十九啦，伊讲袂使，这王上帝的灵啊，的旨啊，无人有再来个改。十八就十八，伊讲阿婆会煮我来食，我食，卖阮老爸食。伊讲这袂使，你袂使食，这煮了恁老爸的，我是来甲你通知的，唔是要煮互你食的，啊，哦，安尼过正半点钟，未通就是未通，啊，一定十八死就爱十八死。所以人咧，人俗语讲啊，祝你三更死，无老人过五更，真正有影。生起你天堂都安尼，佛王讲地间五鬼出现，对不？天堂是六道的上面顶呢，安尼都无参详的余地哦。哈、啊，哎，到尾啊，我到看阿弥陀一日中垂笑笑笑，呢，伊个救阿弥陀佛咯。哦，我求恁在天边天将，求先天上帝拢求无情。嗯，我要来求阿弥陀佛。啊，伊讲甲阿弥陀讲，阿弥陀啦，你著慈悲哦，互阮老爸食个杂糕。啊啊，我赶紧办手续，赶紧等啊。哈，拜托拜托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讲好，阿弥陀佛，唔好跟他吹笑笑安尼。啊，这讲了后，境界就无去啊！啊，免从他拄啊，安尼求半点钟拢无到，安尼讲讲啊，境界就无去啊！啊，啊，讲无去，伊就拼死叫个小姐来办手续哦，是紧转来哦，想讲甲阿弥陀佛讲求十九啊，哎，极限嘛，可能十九啊！啊，一办办了，飞机坐转来个台湾十九。像我这想台湾老爸唔知道有死也无死，但那死就做阿弥陀佛啦。啊，两阿婆拢无伫咧，即摆跟阿洪讲哦，我看面都也未起来。即转来个厝哦，看因老爸坐伫大门遐咧照一回啊哦，哇、哦，迄心肝头有够欢喜的啦，迄感谢阿弥陀有够感谢的啦。啊，转来个地啊，看因老爸坐伫遐，就做、哦、心肝有够欢喜。等下讲，爸爸，我回来哦，唔敢讲爸爸，你无死哦，爸爸，我回来哦，
伊这个请起来了后啊，时间卡定了，等下台湾，因老爸啊，就是拢行去三圣宫啊，伫个观音高中的头前遐有一个三圣宫啊，行去三圣宫，伊就卡定了，等下三圣宫请遐乱生哦，好，伊就讲这代志有人听哦。哦，我咧做一个梦，讲我老爸十八就要就爱等于天堂啊！啊，我咧求现天上就求半个半点钟求无成，你嘛赶紧在乱生拢甲跪咧倒求求看有成无？伊讲，我跪咧求一两点钟啊，拢求无成，唔是干那？你卡电话等下尔，你未卡电话，我就开始直直就那拢咧求，拢求无成啦！你也紧等下啦，啊来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越来越着急啦。一边个在看因老爸，哈、啊，这里也足欢喜个。甲因老爸讲，伊转来，因老爸安怎个讲呢？伊讲好，转来就好啦。你求天天上帝，求阳上帝，求无情，哦，求天边天上上求无情，你过求阿弥陀佛咯、哦。即摆阿弥陀佛吼、哦，假讲要过活活一礼拜。我即摆二五就要来去啊！你看，伊个求十九哦，结果较二五，你看嘛，看只我们都画出比咯。啊，你求的是要求我十九鸟，延长一天鸟，伊和你延长七天。啊，伊讲我们都讲哦，讲你足友好的啦，啊，求个十九啦，伊吼、哦、要画画个二五，啊，即摆二五吼。我就要回去了，啊！你拢爱甲我念阿弥陀佛，吼、哦！因这真是有够感动的就对啦。哎呦，这王陀在遮慈悲，我呢，安尼甲伊讲两句啊，尔都无去啊，都遮许安尼求半点钟，久诶求无成，啊！这安尼讲两句啊，尔讲到十九，结果哦，两句啊，尔甲二五，安尼延长一礼拜。哦，伊感觉可能拢听有诶款。笑个哈哈叫啊！啊，所以念这阿弥陀确实有够好，含一教都听有啊。这净土门有够好啊，不但贴身我跪地个听有，真正含一教嘛听有啊。所以呢，伊呀啊，都安尼讲哦，讲我即摆二五就要来去啊啊。啊，甲交代你囝哦，啊，讲我哦要死啊，我要坐硬死，你去甲买一张个大张电影灯来。哇，俺只囝呢，哇，足欢喜个，到时去甲买一张新个电影哦。哎，啊，甲二三天哦，快乐爸妈要好好人。啊，伊就讲，爸爸无闲，咱落来楼下困好无？因爸爸困，因囝去一间别庄做宿舍。困伫个二楼呢，伊讲爸爸，啊，咱用落来楼下困。伊讲阿妹咧，喏，今日才二三呢，啊，二五阿妹教咧，你看我自在咯，啊，今日才二三呢，要不搁楼顶困哦，啊，就交代大咧，啊，甲二时讲哦，再叫人讲，你楼下去甲清清平平咧，啊，今日二时我今日用要落来楼下困。啊！我二五我就要来去啊！啊！恁拢我甲我靠，爱甲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来甲我接，伊拢甲我讲好啊！啊！啊！我要一日死，一日来去。哇！那个真正没有，隔天的因囝囝买一张电影哦。我甲二五伊讲讲，哇！这直直点去啊！你瞧，哈！啊！因咧无啥幸福啦，是安尼，等到这个姻缘安尼尔，平时也无咧幸福啦。哦，都甲因老爸拼死穿衫呢，讲有做是人死去穿那个地方得袂着啊，人有一口气直直穿才得得着。两翁阿婆哦，将甲因老爸拼死穿衫哦，也咧一个紧张啊，佫也袂晓穿衫，又过来佫又过，又过半路就又死去啊！啊，衫裤穿袂好就穿死去啊！啊，啊，即摆穿穿咧，全甲摸起个电影机哦。也莫去电影节，哎，安尼讲啊，一个好势好势哦。嗯，伢即摆一个好势，衫裤个 QQ 的哦，伊个个一条，伊两阿婆都安尼，都因老爸辛苦边安尼家己扶哦。尤其是因这个新妇，
规都跟老在因这达官看看了哟。伊有啊，看看都去见伊面头前呀，讲哦，爸爸爸爸，你这安尼吼，真庄严哦，讲这安尼真庄严啦。哎，伊就蛮听，一个好笑好笑安尼，都安尼闽南人吹笑笑笑安尼。伊爱在来后边个看看嘞，想讲见伊因这见去因这达官安尼。平度的电影类啊，就是有在去卫生纸给洗洗了，啊洗洗就更加看，人家无去平度卫生纸哦，咦，一就是跟卡电话，大家处理好事，自己卡电话，换在工作啊，在亲戚啊，啊，经过半点钟，意思就是讲死过半点钟过哦，伊这王家的小弟就来哦，那、啊、就是因他进来啦，因这。拢食真济岁啊！伊到到四岁，伊这小弟可能嘛八九十岁啊！哦，来哦，来得看哎，阿弟都赶这孙公，阿弟都公司家来接的婴儿呀！伊讲伊都讲咩讲咩接住婴儿啊？有啊，阿接的婴儿死了，伊讲系啊！咦，阿都见婴儿你个看哦，阿面啊无像死人面啊，那面红个红个，你来公司家。伊讲就是安尼啊，我拢个脸部啊都变红个红个啊，啊阿伯阿伯白啊，阿无死人面啊。伊讲讲嘛，啊都也死去啊，都无咧喘气啊。啊赶快那个洗衫脸哦，伊有一个自家好洗干呢哦。啊去个面头前合掌哦，伊讲哎呀哎呀，哦你这安尼福寿无疆哦，哦听到因小弟讲福寿无疆，讲我这个定咧。死半点钟啊，佫坐较定嘞，你知？啊，阿弥陀的无量寿佛嘛，啊，伊即马坐安尼哦，哟，无生死人，伊讲福寿无疆哦，福寿无疆啊，咱普通人讲做生意啦，福如东海，寿如南山啊，互人福寿无疆啊，啊，福寿无疆，再讲啊。伊即马得到佛的利益，伊当然个即个定嘞啊，福寿无疆啊！我念阿弥陀福寿无量啊！哎啊，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啊！啊，所以真正咱念佛啦，就是这不可思议啊！这方面是佛的愿，这方面呢，咱这念心啊，这是集于相交，交于相聚。无数无疆，所以咱个叫做这个进入咱的心性啊，咱的寿命嘛无数无疆，寿命无量，咱的心无量啊，寿命都无量，光明都无量，智慧都无量，啊，咱暂时用了讲个家，合掌，愿以此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当生极乐国。